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吴磊，很荣幸能够在电影《群星闪耀》时中饰演一名中国科研工作者。正是因为几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前仆后继，才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。电影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紧紧凝聚在一起，共同迈向浩瀚的宇宙星河。